时候，或许你就先走，独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，让我面对你往后的寂寞。能不能答应我，分开时候放心回头看我，让我明白牵挂着你的手，松开后还能忍住泪向你道别。好甜啊！我还是想说一下，就我觉得这首歌本身，我觉得男女合唱的歌啊，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两位都能够发挥的一个 key？ 这个本来其实是很困难的。我觉得整首歌转 key 特别的复杂的情况下，你们还是能够完成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厉害的。对，但是就是这是我个人意见，就是你们声音比例非常奇怪，毕竟后期声音比例拉一拉调一调肯定是唱得很完美，但在现场我必须得说，艾特号歌手您在唱主旋律的时候，简号歌手在和声的时候，你的主旋律已经被和声压过去了，当你在唱和声的时候声音显得更小。首先简号的腔体是很大的，因为能盖过他呢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们来吧，讨论。反正我觉得接艾特号。如果问我，我是两个都不接，都不接。那现在问题在于，如果两个咱们都不接，他们就没法在一起唱了。我们商议了真的很久，然后也非常的纠结，因为我们有太多不同的意见了。所以我们想请@号歌手说出你的名字。谢谢谢谢。